想，你觉得拍电影辛苦，还是跟陈柏霖去极岛森林露营辛苦？哎，为什么我是你情敌？因为我喜欢他很久了，很久了。会不会带我去庆功宴？庆功宴？哦，当然会了。是单独吗？我希望贵人们不要去。好，那就我们两个。顺便看一下想吃什么。哦，好的。哎，柏霖，还是那个。好。